什么样的歌要表演？我今天是就是带来我最拿手的唱跳的歌曲，管梅的。哎呦，管梅的，而且他是年纪很轻，但是啊，在外面的表演的经验非常丰富。是因为我是就是在商演团乐团担任女主唱，不是商礼表演。不是，加油，看你表演啊，好吧，期待哦。怪美的要超越蔡依林，有没有可能？请看，加油，怪美的。哦，还有 ，Ladies and gentlemen, let come to the arena。谁先了线了？为我长大，在扰乱中生长，社会一样。我是天霸的，让我降临了。我是星球的，不是两人的。我都笑哭了，这什么标准？谁来决定谁的身份？人生去想去想去想，不想管就别管，太完整的享受你会拉出所有为难，这负能量全都吃掉，没得求的自由，它存在的必要，爱和水你各自喜好，拒绝你的危险拥抱，想要活得起来回忆心中爱是必要。 If you want it right, got it. If you don't it, gonna be what you want. If you feel it, must be real, just say the word.谁说错的对的，说没的，丑的弱，问我，我说我呢，怪美的。还有，谢谢两位，气势有没有看到？哇，怪美的，怪美的，真的很美。哇，哎，这个于娜你太过分了。哎。你再脏，我真的会帮你出唱片。谢谢谢哥，很唱哎，我觉得可以。几乎是没有无懈可击的，完全是零缺点，而且是活斗哎，那完全哈，就是不愧是商演派的。对，很多歌手在录音室录可以哦，来摄影棚录可以哦，而且到现场死录一条，而且他身体的律动各方面那么多，你要喘，因为上演现场啊，他不见得会这么安静。是啊，上演现场有的时候是你在唱，干杯啦，包围你，包围你，不要这个瓦沙里啦，那种很多，只有这种 power 型的歌手有办法镇住场面，是，他那个震到人家场行干杯都自残，因为觉得啊，都更小了，学唱，自动就小声了，因为他那个吸睛度很高，有舞台上的表演，这个如果在假以时日，有很大的机会，没错没错，高老师，哎，那个版主怎么头发长出来？不是，哎，这不是版主的，不同的，我看好认真，来，高老师怎么样？来，边跳边唱这件事情本身就有点难哦，对你来讲更是不可能。哎，对，没有错，我就觉得
实力。他是教学，专门教学。对，我教唱歌的，我没有教跳舞，不会跳舞。对，所以他最后还要飙那个高音，真的是蛮厉害的。但我会觉得，就是因为今天的主题是超越原唱的 cover， 所以他原唱是依琳姐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依琳的那个舞台魅力，就是有点。太强了，难超越，不好说这样。好的，请看看评审老师是否愿意支持他的超越原唱，请举牌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挑战成功呢？哎呦，哎呦，关注一下公公。哇，老师认为还是要有一些那个了啊，终究九令的舞台，老师我对你学唱歌，来来来，跳舞我就不敢，那对，老师我叫你跳舞，是是是，好好好，很棒，学了之后马上就超越，教学相长，对啊，交流一下，来来，有没有要自己宣布要宣传的东西？自我介绍一下，好，就是我现在的职业呢是在 HiFi 商演乐团里面担任是女主唱，然后呢我就是接一些大大小小的活动啊，比如说尾牙。春酒婚礼，所以想要结婚的赶快来找我，结几次都没有问题，我买五送一，好不好？哇！想要结婚找你，对不对？好，OK， 再次谢谢云娜，谢谢。